我现在在游船，然后对面是头城渔港，然后我的前方是龟山岛。2004年的时候只有普通的相机，然后所以说拍的没有很清楚。那各位18年再来就要登岛啦。现在的船也比以前好一点了，以前坐起来很痛，那个时候水还会浪还会打到身上来。我从苏花公路沿途骑过来，从苏澳那边就看得到龟山岛。那有没有鲸鱼我也不知道。